五月底六月初的梅雨，每盆上盆水库的水情良好，是正宗的六点。不过，桃园新埔区农民也表示过，本地应该会开始返工的重要，三毛速度同地涨水的时间，本一条农民是懂烦恼。对呀，农水署是表示过，经过同相关单位打合过后，返工的空天十六今日开始送水阴天，请农民安心。江中英关家的国新一栋，三五地新一栋安用的进行。农民讲，也还有水的，不过相关单位一切还没宣布。新一栋后江还有安用的涨水，安尼拖下去，今日安用该实账好。这个希望政府啊，还过门还实在发出来，本来录音地，爱录音也袂地个，到底二十天五十天，按机械涨水爱录音地啊，五地也你袂涨袂唔得啦。农水署讲，一下新一栋安装了一亿2500万吨的水来引田，为照量水器新一栋出货的方式，先用笔筒水、河坝水来引田，黑唔拉水，再共用水库的水，经过各单位谈下过后，十六今日开始送水引田。由于这几个月来桃园地区非常的努力节约用水，再加上从五月底到现在降雨情形良好，使得石门水库的水位已经恢复到正常以上，因此。旱灾中央应变中心已经决定，从7月16号开始，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二期稻作的灌溉作业。桃园市农业局讲，也下针对后港的问题，今日 EVP 下政府空田分新一栋出来农水署桃园管理处第三管区，其他管区全部都后港，也下新一栋唔会停水。农民喺港外边间，人条基金申请准内基，新一栋后港也系唔后港。早地提八月十五到31日期间，去到区公所来办理边间。下个新闻罗文塔桃园报道。